屏东宜兰医师南国表演节，宜丰宜表演制作团为在今年天公宜两日，将会在平原文化集体客家馆演出。本人小说的名字的演出，也给勇敢的客家文化五星议题，韩国现代舞严肃的作品，创作的核心是对传统文化交织下客家五星的 TV 进行分享。传统的客家社会，富裕的 TV 国接受到种族力量的制约。宜丰人表演制作团结合平原文化集体客家馆的空间同影像，以现代舞的方式创作出本人熟悉的名的舞码，传达对于客家五星命运的反思。传统的客家竹排霜吼，也个客家的五星吼，枪有香无名，吼也个议题吼来创作一个吼本人熟悉的名的。由模范下是同客家意象的作品，演出人员深刻体验到客家五星对于命运的无奈，故所以能透过强烈的集体创作，想要突破传统文化的强加，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。不管是在心理上，或者是在生理上的过程等等的不同的变化跟样貌，我觉得是非常不同的感受。比较多的一些速度切换啊，然后或是一些身体的形状吧，我觉得角度形状。表演团队指出，一般演出的演员大部分不是客家血，不过伊人以强用五星的身份去 TV 表演的内容，也极力设计思考某种文化的冲突，对于以后的创作将会展现更多元的价值。客家新闻陈文廉，屏东报道。